你还好吧？我很好啊。我看你好像不太好。不要抬头。 会堵塞呼吸道的，眼睛平时前方就好。总裁挺多。顾总，你干嘛？你这是要杀人灭口啊？不好意思，顾总，你半夜千里迢迢过来微服私访，不会就是为了来报复我的吧？你这半夜的谁啊？ 这里是薰宇轩家吗？是，你们是？抱歉，我们来迟了。谁让你们来的呀？我。进来吧。请慢用。 我知道你没有吃晚饭，特地为你准备的。我去，可是我才刚吃了2碗馄饨，10个生蚝，1碗花甲粉，5个烤扇贝。啊！你不感动吗？不感动，确实不感动。啊？感动。 特别感动，那就赶紧享用吧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吃饱了吗？老板，我真的吃饱了。吃饱了就好。老板，那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不用了，你今天辛苦了。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谢谢老板体谅。